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它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把箴言四章20-22节的经文看作神的药品。神宣告，只要我们正确地接受他的话语教导，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带来健康。翻译成健康的那个词，原文也是药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神的药品的原因。神告诉我们，他的药是我们医治全体的良药。我们的身体在一些时候需要药，但不要忘了，如何吃药的说明是写在药品上。首先，留心听神的言辞，第二，侧耳听神的言语，第三，不可离开你的眼目，第四，要存记在心中。如果你按照以上四个说明来吃神的药，你会和我多年前一样发现，神的药品的果效就和神所说的一样，它带来了医治我们白体的良药。我在医院待了一年，医生对我的病情无能为力，但神的药品医治了我。